欢迎凤凰传奇。两位，我们稍微等一下再介绍。两位先跟观众打招呼，好不好？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花，我是曾毅，欢迎两位，欢迎。首先要恭喜两位啊，因为都这个有孩子了啊，但是他们是先解释一下，这不是他们的孩子，而且他们也不是有了共同的孩子，他们是各自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对吧？各自有自己的家庭。对，那首先是做妈妈一段时间。这个是刚做爸爸，恭喜恭喜恭喜，真的恭喜，谢谢，恭喜！而且我觉得我们林花恢复的非常快，我知道才100天嘛，一百天过了，恢复的很好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两位孩子长大了，我们的小凤凰传奇，十年前是这样的是吗？来，那个这是我们豪豪啦，你又来了啦，跟大家打招呼，你跟大家打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俊豪，我今年4岁了。你上次来是几岁来着？第二次，就上一次嘛，就是第二次。第二次是4岁。第一次呢？3岁。你有一年一次，那明年几岁呢？明年几岁？今年4岁，明年几岁？不知道。来了，那你知不知道？明年的事儿，明年再说。你要介绍一下你的搭档，这个漂亮的，这应该是姐姐嘛，对不对？这漂亮的姐姐，你介绍一下，她叫什么？她叫西西姐姐。西西姐姐啊，我们请西西姐姐来给大家打招呼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李建熙，我今年5岁半了，我来自吉林长春。来自长春。我来自吉林长春，东北。我们 CC 今天还有个节目，对不对？你要模仿谁来着？啊？宋丹丹呀，那开始吧。改革春风吹菊门，中华人民斗精神。
害怕那个挺闹心的，没人和我提吻，谢谢啊。说来就来。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凤凰传奇的歌？是。那如果他们有演唱会，你们要不要去听？要。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演唱会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凤凰传奇1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年年底在五棵松。年底的意思是12月31号吗？对对对。唱到1月1号。对。那1月1号晚上还唱吗？唱。两场嘛，对不对？也许还要唱到。需要加场，哇！所以你们在北京五棵松跟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打对台。